女大学生背满深山，用铁链死死地拴住脖子，像畜生一样被关在猪圈里。老太太一边打一边逼她忘记自己的本名，只能老老实实配合自己的傻儿子传宗接代。在母子俩的轮番虐待下，小桃渐渐丧失了反抗的能力。女人迟早都是要嫁人的，这是你的命。面对老太太的 PUA， 小桃甚至还表示感激。看她如今的这番模样，没有人能想到她曾经是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脸蛋漂亮，身材优越。热衷于潮流的她还谈了一个半年的网恋男友。相谈甚欢的两人终于决定相约奔现，可等小桃来到目的地后，左等右等都见不到男生的身影，反而是一个女人对着她上下打量。小桃，我可是大老远的就把你认出来了，吕梁啊。小桃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网恋了半年的男友竟然是个女人。吕梁倒是显得十分自来熟，不过小桃脸上的不悦硬是拉着他去吃饭逛街。而小桃也想着来都来了，就当是认识个朋友。因为同是女人的关系，小桃很快就放下了戒备，跟人家姐妹相称。好闺蜜，我叫不紧张，我叫不要脸。殊不知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计划好的阴谋。等到小桃宿醉醒来时，就已经被关进一间小破屋里，身上的衣物不翼而飞，面前还坐着个陌生男人。小桃顿时被吓得不轻，急忙询问是怎么回事。我买了你，从今以后你是我媳妇儿，你听话我就对你好。小桃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是被人贩子卖了，她哭着请求男人放她回去，可男人怎么会轻易放过好不容易买来传宗接代的工具，二话不说转头就将门锁上。在没人看守的这段时间，小桃也曾试图逃跑和呼救，男人啊，男人啊，但奈何在这穷乡僻壤根本就没有人听得到，就算附近有村民，多半也跟这家人是一丘之貉，都是些落后愚昧的刁民。晚上男人的母亲来给小桃送饭，并擅自给她改名叫张翠莲，想从思想上给她洗脑。小莲本以为对方同为女人一定能同情自己，就表示只要对方能放了自己，给她多少钱都可以，可老太完全不动心。多少钱都比不上我家阿狗有个媳妇传宗接代呢。无论小桃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，老太都是油盐不进，转头又将房门锁上。到了后半夜，阿狗终于憋不住偷偷溜进房间，这小桃不注意就扑了上去，结果偷鸡不成反被小桃咬伤了耳朵。小桃意识到想要让他们自愿放了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于是他想到了逃跑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小桃故意不吃不喝，绝食抗议，直到快要撑不住了才叫阿狗拿了勺子。阿狗还以为小桃终于放弃抵抗，也为了真的避免好不容易娶到的媳妇没了，便急忙拿来了勺子。小桃在吃完稀饭补充了些体力后，等到深夜母子俩睡着就悄悄起床挖窗户，等到白天又故意装作睡觉，挖了好几个日夜，终于把窗户给卸了下来。小桃迫不及待地翻窗出逃，可当他刚翻出来，院子里的狗便开始狂吠，吓得小桃拔腿就跑。可偏偏他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，还试图找村民帮忙，果然立马就被追出来的阿狗抓住，小桃又被抓了回去。他的出逃行为也彻底惹怒了母子二人，等着他的是更加惨无人道的折磨。女大学生被圈养在猪圈八个月，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，可此时脖子上还被拴着铁链。一声惨叫过后，老太成功收获了一枚大胖小子。我家阿狗有儿子了。母子俩高兴地转身就离开。小桃见状立马挣扎爬起身。我怎么了？给我儿子啊。长期的牢狱生活早已让小桃心如死灰，再加上孩子的出生，她更是认定自己逃不掉了。你认不认？我认。而阿狗为了彻底断了小桃的念想，更是拿了一块烧红的烙铁直接往她脸上烫去。就这样，小桃被彻底驯化成了阿狗的女人，整天抱着孩子不撒手，精神也变得有些不正常。就像当初老太太说的那样，摧毁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摧毁他的意志。你这媳妇儿不比旁人，心气儿不好收，要小女人听话就要早生娃，当了妈就受刑了，知道不？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小桃也渐渐习惯了当一个整天干活带孩子的农妇，全然看不出她曾经是个多金貌美的女大学生。可惜好景不长，这天儿子在院内玩耍时不慎掉入水井，等众人合力将他救出来时，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。小桃哭得撕心裂肺，甚至比老太太哭得还要难过。要不是有人拉着她，恨不得也跳进井里随儿子去了。自打失去儿子以后，小桃本就脆弱的神经也彻底崩断，整个人变得疯疯癫癫的，看到别人家路过的小孩都会以为是自家儿子。没办法，小孩甚至还在晚上睡觉时主动趴到阿狗身上求爱，想要再生一个儿子。可两人努力了几个月，小桃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，直到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小桃投胎生育时环境很差，导致子宫萎缩病变，怕是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。这对于这个家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，不能生育的媳妇在阿狗和母亲看来就是个只会吃不会生的废物。于是老太找了当初拐卖小桃的人贩子，
直言他卖给自己的是个扫把星，要求把小套卖了再买一个媳妇儿。可对方也不依不饶，当初3000块就能买，现在要10000才行。更何况小唐原本是一个好好的女孩，如今被母子俩弄得疯疯癫癫，又生不了孩子，就是倒贴也没有人要。就在母子俩一筹莫展之时，小唐竟主动站出来出主意：阿狗要是跟别的女人生了孩子，我可不可以当孩子的娘啊？这句话瞬间点醒了母子二人，只要再骗一个人来，不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从前那个单纯的女大学生，竟也走上了当初与吕梁相同的道路。女人身穿睡衣，手持斧头，一把推开婆婆的房门：娘，娘，快醒醒！女人手起斧落，三两下就葬送了婆婆的性命。屋外的丈夫听见屋内的动静，急忙推开房门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小汤两斧子对着脸直接劈倒在地。好巧不巧，偏偏这个时候丈夫表妹上门，嬉皮笑脸的正准备去开门，就被小桃直接拽了进去，没有半句废话，直接一斧子就把女人对半开了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这个曾经唯唯诺诺的女人对自家人下如此狠手？自从小桃的孩子死后，她想到了借其他女人的肚子给自家男人传宗接代，于是她学着当初同样的方法，在网上与一个女大学生网聊，然后将其骗到本地见面。对方是个十分热情的女孩，不仅把小桃当真朋友看待，还给她带了昂贵的丝巾当礼物。这些举动让小桃有些于心不忍，可为了能再要个孩子，她在善恶的抉择之间还是选择了恶。她将女孩哄骗回了村里，然后又说给她准备了礼物，将她带进小黑屋。我的礼物呢？在女孩昏迷的这段时间里，小桃恳求婆婆等她生完孩子就将女孩放回去，怎料竟招来了阿狗的一巴掌，婆婆则是温柔地哄着答应。女孩醒来后脖子上已经被套上了铁链，她愤怒地咒骂着小桃：我那么相信你，你竟然把我卖了。小桃则让她乖乖听话，只要生完孩子就放她走。女孩一眼就看出其实小桃也是被拐来的可怜人，并且鼓励她只要两人联手就一定能逃出去。可此时的小桃已经疯癫，比起逃出去她更想要一个孩子。她给女孩端了一碗迷药：阿狗一会儿就要来干蜡烛事，喝了它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其实阿狗已经迫不及待，他一把将了摔碎。让他死于也什么意思，我报案了。小桃只能默默关上门，他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，堕落为恶魔的帮凶。女孩惨遭阿狗的侵犯，事后他控诉着小桃的恶行：你的人生已经被毁了，还要拖我下水，要我给你们留种，我宁愿死。女孩捡起地上破碎的碗片朝自己的手腕上抹了过去，她都没有想到竟真闹出了人命。为了逃过法律的惩罚，两人连夜在后院挖了个坑，将女孩埋了进去，毁尸灭迹。可以正是从这天过后，小桃无时无刻不再遭受着灵魂的谴责。她时常梦见女孩来索命，也时常想起自己曾经遭遇的虐待。日复一日的她心理防线终于崩溃，最终彻底丧失了理智，拿起斧头手刃婆婆，接着又把赶来的阿狗和拐卖她的人贩子一起解决掉。连杀3人之后，小桃彻底沦为了没有灵魂的丧尸，双手也沾满鲜血，径直走到儿子丧命的井边蹲下，追随儿子而去了。类似的女性悲剧至今屡见不鲜，从根本原因上说，还是因为女性依然没有摆脱被物化的地位。在很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女性都被视作男性的附属品，只有赋予女性真正的人权，摒弃遗留下来的封建旧思想，才能彻底解放女性的地位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看看原片哦。